如果从一个老是这么降低重心来躲这种中高耍的话，也很危险。啊，对。哎呦，你看，Singdam开始发力了啊！Singdam的后手也会，后手直拳啊，虽然单个也瞄得很准的。对，这种泰国人的后手一旦打得特别实，也非常到，到所谓的暴力美声，但是看运动不一样。 就相当于那种形体，你看他出腿的瞬间，顶膝，对，就整个身体那种协调带那种运动的美感啊，真的是让人看赏心悦目。哦，又顶膝，克里莫夫有点难受了啊，这手臂有点顶不住啊，对，哎呦，顶膝，上半身的躯干都已经红了，对，注意，到顶膝，走。 他这个左臂可能有问题啊！对，现在都拿不起来了，已经没有反击动作了。对，因此也有可能更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头部的空档会更大。哎呦，小心！走，Five。 Kerimov is confused. 顶大！哇！其实已经刚刚在之前那个顶击已经有效果了。看到他的位置已经红起来了。哎呀，又是一个真击吧？又是。 这导致了他整个现在身体状态都不太协调。哎，这个情况，气得打自己一下。啊，因为确实是可能左臂出了一些问题。站住！对，因为我们的规则是没有站立，而是有些问题。 从第二局的时候，是我们的左手右手。恭喜新当！本场比赛在第38秒，裁判终止比赛，红方选手优势获胜，TKO，Your winner by the red corner。